那今天呢就到出去了哈，第一场就是那个妹子酒，那妹子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中东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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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首曲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妹子酒。我是妹子酒，那今天跟大家讲的它是一种疾病，然后目前台湾没有说，跟大家聊在新闻上面看到目前在韩国是如何一个情况。那大家可能还没感受到那个压力啊，不过我也觉得就是还不需要去就是特别去关注这个疾病，因为毕竟在就是经过上次的 SARS， 然后还有台湾目前的一些防疫的一些观念，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来说应该短期之内是还蛮 OK 的，不过是跟大家就是当作是一种尝试来跟大家做个介绍。那它是一种从骆驼来的一个疾病嘛，那就跟当初的 SARS 一样， SARS 是从那个俄国之来的，然后的它是从俄国之来的，哎，对不起，它从那个俄国之来的，俄国之。目前到那个科隆来说，应该是从那个骆驼身上来的病。那他最早发现是那个2012年6月13号，然后有一个60岁的沙特阿拉伯的病人呢，他住进了医院，然后他跟那个医院的医生讲说，就是他在发病之前，他养的骆驼也感冒了，然后他递那个骆驼，他递那个骆驼鼻子擦了些药，然后过几天他也感冒了，然后因此他就去医院，然后说就是他想要住院。然后他抱怨就是他有咳嗽、呼吸困难、发烧的现象。然后过了11天，这个病人就过世了。那医生呢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他去检验什么一下，然后他的过去的经验不合，那因此呢就是这个病毒就首次的被人家发现。然后中间过了3年，那说有些什么国家得了什么病，那个都跟我们无关太远了。那最近呢就是一个韩国那个情况，那这个就单纯讲一些历史了，那大家产生隔热，就是今年的5月4号，一名68岁的韩国的患者，他是去中东，他去那边工作，然后回国之后呢，他5月11号发烧，然后就12号这天就住院了，他的病就要住院了，然后他在20号的时候呢，就确认感染了这一个 MERS 的一个新病症，新型的一个疾病。然后大概16号的时候呢，跟他同一个病房的一个患者的儿女呢，那去探病。那探病时间呢，就是大概是跟他们公布的要大概4个小时。然后这边是蛮重要的，是因为说在公布之中呢，他们只跟那个患者同一个病房4个小时。然后之后呢，就是5月26号，第三名的5月26号，然后其中探病的这个女儿呢，就被诊断出就是 MERS 呢是阳性的特征。那这不代表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现在韩国这个疾病，只要跟患者同一个空间4个小时，那可能呢就会得到这个传染病。那目前呢，在这个韩国呢，目前已经累计有到今天为止是41个确诊，然后有4名的死亡病例。那现在讲他一个症状，然后他症状其实跟那个流感很接近。他跟流感很接近，那他是会有发烧、咳嗽，然后还有胸痛等等，然后少数患者呢会出现一些就是会出现那种腹泻跟呕吐。那这个疾病呢比较特殊的是，他如果说患者他同时具有一个肾脏病或心脏病，那或者是那个具备肥胖症的情况的话呢，他致命的就是比例会比较高。那比较学术部分我们就直接跳过去。那目前呢，就是从那个2012年6月开始第一例到现在为止的话，全球大概已经确诊大概1100多例，然后死亡的人数是442。那它跟 SARS 很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7%。当年的 SARS 呢，最后的统计是大概9.6%会死亡，所以它的死亡率呢大概是 SARS 大概快要4倍左右。那主要的流行国目前都还是集中在中东地区。那韩国它因为这次的疫情，它已经跃升到第3大流行国。那就稍微简单一下，就接下来最后是一个那个
跟大家就是宣导，但是做个预防。那由于呢，那当初他们的研究呢是认为说是从骆驼来的，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去中东的话，那请不要跟骆驼有亲密接触，那包含就是吃它的肉，那喝它的奶，那或者是喝它的尿。我不知道，但是 WHO 上面是这样写的。而且我看我去 Google 的时候，他们海报也是这样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没想通，你做了尿干净？有可能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查不出来，但他们的确都有。那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因为离我们最近的是韩国嘛，那目前呢，就是我国疾管局就是把韩国列为第二个警戒的，就是。我国队就是那种就是疫情，就是国外有些那种传染病疫情，那种分三级、三种等级而已。然后他已经把韩国拉到第二个等级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去韩国的话，请你自己保护好你自己的意思。那他特别注意，他这边要特别讲的是，就是这个就是在韩国的疫情呢，开始出现跟之前不太一样的。因为有部分的就是患者呢，他的风俗是说，他跟那个生病的人哦，待在一个空间只有五分钟，然后他就感染了。那这么高的就是传染力其实是很少见的，就是即使是那种就是流感病毒也都很少见。那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以我国的疾管局来说的话，他们就是会推测说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可能就已经开始有突变的现象。那然后呢，就是目前的旅游警示都还停留在第二级啦。那包括就是 WHO 他们也认为说就是还不需要就是太那么的慌张跟惊恐。那我国的话就是目前还在第二级。那如果各位就是这几天要去那个韩国首尔的话呢，那请各位加强防护，然后即使是生病的也请尽量不要去他们那边的医院，因为他们那边医院就是目前现在好像是也是蛮就是会有点风险这样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讲的东西，那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那谢谢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中东呼吸症。好，我们记得不要喝骆驼尿就好。反正对，反正记得不要喝骆驼尿就好。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。